陈小春认真学习锅庄舞，乌村拉帮子比赛，奈奈和 Max 帮忙，一家三口齐心协力，最后能获胜吗？孩子王渡江拉帮子比赛待遇不要太好，孩子们全都来帮忙了，这么多萌娃来助阵，渡江最后赢了没？刘耕宏拉帮子比赛，我觉得会赢，这个项目有点难度啊，不过对刘耕宏来说应该是小 case， 爸爸和孩子们在排排队吃果果。